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会操纵正反两面吗？你会操纵吗？像现在这样，我先用这样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不是。那你要看谁镜头，比如说我看这个，你的操纵在这边，嗯，你那个可以不必拿，没关系，嗯，按这个就变成这一面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这次可以先不必拿，没有你两个你拿不了，你拿不来的，哦，你还不熟，不要拿，不是，他不必拿麦克风了，因为我在讲啊，因为他一手要按那个荧幕哦，啊，你这样加两边他弄不来，来，我们双人好朋友，好看爬爬车哦。好礼拿不完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赶快告诉我，我是谁？我是英语状元童立轩老师。来，你在我旁边呢、啊，这样你才能够入镜啊。你另外一手就可以操纵正反两面嘛。按、啊、好，不要掉了。哦，莫拉奇在这古言，要去台上跪老板呢。好，要拿好哦。来，谢谢。啊，燕智，你要连麦啊？你真的要连麦？你都没有 UB， 你要怎么连麦？啊，卖卖孬啦，林燕智，你无有病卖脸啊啦！我得最好看爸爸照，卖给他孬。来，他是谁？我是童立轩老师，对不对？那你是谁？我是方香纯。哇，方香纯的又香又纯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呀、啊，林燕智啊，你要连麦哦，你送了一个火箭，谢谢你啦哦。来。我这一场呢要很谢谢房香纯，因为刘炳豪呢，我们刘老板呢是房香纯的朋友，嗯，所以这一场好看爸爸照呢来到了我们台南御景哦，要谢谢房香纯。老师你太客气了，大家互相啊，大家互相哦，因为好看爸爸照就是这样子哦，也欢迎呢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热情的推荐哦，好吃好玩。好人对不对？啊，让大家能够呢透过 UP 直播节目来认识。来，大家来看一下哦。来，你看一下哟，这个就是呢刘炳豪刘老板的名片，有没有看到了哈、哦？哟哟哟，他们的是芋圆呐、啊、哦，芋圆。Coco 说送礼物送少的人，你都不爱礼人，没有啦 ，Coco。不要误会哦，不要误会我啦，不会啦，啊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好看爸爸照预定四点开播，那今天有耽误到了，所以老师要赶快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没有待会太阳下山，怕按摩摩啦。啊，真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在乡下，哦，在乡下了，哦，所以请体谅一下，哈、哦，我还是好好的做节目。好，林燕智，再次谢谢林燕智啊、哦，你热情的送礼物给汤俊老师。大家有钱捧钱场啊，有人捧人场，我们都很高兴啊、哦、哇，房香纯已经也好久没有见了，对不对？赶快跟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问个好，又香又纯的。好，现场的直播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我是房香纯。非常感谢老师从台中赶来做这一场红汤爬爬照。那我们先来祝福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家拢年年春，年年富，啊年年拢发小车，想买新年台湾厝，啊你好唔好？好、哦、哇、欸，这个不简单呢。嗯。每年吼，拢买轿车，啊每年你要去老阿厝哦，啊这苹果台苹果厉害啊，你知道无？嗯。哇。啊，趁钱呀。趁钱好啦，对。本来呢，我们方香纯都是口吐莲花，跟人讲好话啦哈。对呀、啊。大家知道方香纯其实呢，他本身是一位歌仔戏非常有名的这个旦嘛，龙演旦的小旦的角色。而且方香纯有自己的歌仔戏团啊、哦嗯，所以让诶直播的观众朋友，如果呢你们呢要酬神啊、哦，要演寡戏，可以联络方香纯。对。我们的生产新转向新香一夫四凡哇，又香又纯。来，香纯、欸，我们知道你也是单身啊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把你的手机可以留给观众朋友吗？可以啊，没关系啊，我的手机24小时没关系的。好，24小时没关机。对。那你的手机是几号呢？0983。
0983618832。好，0983618832，我们房香醇啊。林燕姿，好，你要黏哦，我来开了，你要跟我们讲什么？林燕姿啊，来啦，他说要连麦了，我已经帮你开了，赶快进来啦，燕姿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对，行，啊，来燕姿啊，我已经跟你连了呢，啊，你可以快点进来。你要讲什么啦？有看到你了啦！你在我们好看爸爸照做外景的嘞。哎呦，李小妹，李小妹说你好。来，我们的丽也要连麦是不是？他连麦就是要跟我们连线的意思，要叫连麦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我刚刚有跟你验证，你连到了哈。对啦，好，这个好看爸爸照呢，我们今天呢。就是要送大家呢，我们呢芒果干哦，芒果干我刚才吃了，好吃呢，有点酸酸甜甜恋爱的感觉。另外还有什么？还有呢这个凤梨干，凤梨干啊、哦，有芒果有凤梨啊、哦，芒果凤梨。这个我刚才呢吃到这种芒果干啊、凤梨干啊，我就想说，他们那个保存期限可以保存多久？然后呢？这个刘炳豪刘老板跟我讲，因为他们都是哦，只有呢这个低温抽水，哦低温抽水，哦你好你好文喜你好文喜，你订了三份，有芒果干跟凤梨干呢，目前有两种呢，啊、哦、Peter， 哦你们，哎如果你要搭配要不要一半芒果一半凤梨，哦。要不要 Peter， 还是你都要芒果就好，哦由你决定，因为它有凤梨干，哦两种感觉不一样，这个芒果干是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，凤梨也有餐食配上，对啊，凤梨的话呢，当然呢我们呢南部呢这里的凤梨是很甜的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哦那都可以保存一年啊、哦、因为它是呢把它缩水啦脱水，而且脱水的话对，脱水，他说是用低温脱水啊、哦。我们在文喜，因为文喜他有订了三份呢、啊。哦。因为我们今天提供五份嘛。三份呢。然后就他一个人就订了三份。啊、哦。是。赞呐、啊。对啊，赞呐、啊。因为芒果干打给龙王抢着要。好，所以文喜你全部都芒果对不对？你全部都是芒果就对了。老师告诉你，我们今天做的哈、哦，一包对不对？他们呢？啊、他这里是大批发哦，他一包是120，哦，然后的话十包是1200，对不对？十包1200，你再加油资大概1300。我们今天十包都是台币1000 ，UB 2000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文喜，你有30包，哦，你本身就有30包。哦、啊，你30包，你看你要几包芒果，几包凤梨，你可以跟我说。哦，那你就是有30包，这样了解吗？哈、哦，因为你有30包，它一包是120。您怎么算算？谢谢啊、这是我们 FB 的贵宾也陆续在看呢、哦、啊、嗯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那我们呢，刘炳豪呢，我们目前是在台南市的御景。你们对御景了不了解？芒果的故乡。哇，御景是芒果的故乡。方向人怎么知道御景呢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有来吃过这边的芒果冰。哦，你有来御景吃芒果冰啊？对啊，是年轻的时候吗？好吃。芒果冰好吃。对。啊、哦，叫 delicious。芒果特别好。对啦，哎，这个我们这个台湾很有趣哦。我昨天刚从呢厦门回来。我们台湾的水果哈，大陆人拢好知影，你知影无？大陆人阿公汤里圈好吃哦，你来自台湾好幸福哦。我为什么？你们台湾的水果赞赞赞，而且他们还知道。我说芒果哪里最有名？御景哦。哇，老师你说对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御景是芒果的故乡哦。哎，这个是到处都很闻名的啦。对。哦，那我们呢？这个刘炳豪啊、哦，我们的刘老板啊、哦，这个他已经提供了五份，这五份呢，我们文喜就是订了三份，
红酒杯订了两份，所以我们这五份今天一万 UB 其实都被订光了。老师，是那应该要加码。加码加码，我当然希望加码，但是大家要问一下人家刘老板。是啊，首先你采访他。要采访他的时候要问他本人，因为东西不是我们的，人家东西是刘炳豪刘老板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的东西太棒了。是。那个林彦智说有没有跟赖老板联络？还没呢，林彦智，我今天都在忙哎，我可能明天找机会联络。哦，今天我都在做节目，刚才在高速公路上都在忙啊、哦。谢谢你，哇！所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好康爸爸照哇！谢谢。今天有，我们志伟说。分享了主播的精彩影片啊，我们的工程师志伟，哦，谢谢谢谢啊、哦。那我们呢，这里的话是工厂了啊、哦，我们今天来到工厂，也让他知道呢，我们的芋圆对不对？他们的产品都是纯粹自己做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刘炳豪呢刘老板他是不假手他人。那这种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哈、哦，他东西都自己做。然后呢，品质真的就是第一，它哦健康、营养、天然，它的产品呢只有加盐、加糖这两种，其他他们都不加，没有什么化学的那个，没有任何化学的东西、哦、真的没有任何化学的东西，纯天然的，天然的统合啦。天然的水产，是啦。另外，咱芳香水嘛是天然的吼。对啊，我嘛是天然的。所以拢无缩水啦。从年轻就是这么大吗？哎呀，还没在缩水啦。哎，还不然缩水呢？不会啊。有的人从 D 罩杯，他变成缩成 C 罩杯，有啊，缩成 B 罩杯，缩到 A 罩杯。因为我还没那么老。不是，为什么会缩？因为那边我也去打针呢。啊。哎呀。这个有的人去打针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所以那些芳香醇哦，一天天统好，因为伊也拢无滴缩水，对不对？水果嘛是爱天然的上好，对，水果嘛是爱天然统好啦哈。好，文喜，可以看一下包装，待会会给你看，啊，待会会给你看。其实呢，我们这个芋圆对不对？芋圆呢，它呢都是大批发啦。但是呢，老板呢刘炳豪他说也想要开发哈、哦、这个零售，哦，所以呢你们今天拿到的哈、哦、小包装的，其实都是很有福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说哈、哦，这个绝无仅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本来呢他们都是做大批发，哦，没问题，待会会让你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、哦，自用赠礼两相宜，还是蛮漂亮的，包装起来蛮漂亮的。而且都有我们芋圆的 mark 了、哦、我们芋圆的 mark 在这儿，非常的棒。好，然后呢，啊、哦，芳香醇来，让你讲，好，你讲三分钟，我休困者。我要说三分钟哦，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哇，老师说要休困三分钟啦，啊，上好看啦，安尼啦，啊，咱这边真的外套吼。那是那个工厂的外面嘛，哇，这边的今天也是风和日丽哦，哇，然后阿美抓阿美抓，怎么这种太阳？现在露起来漂不漂亮？漂亮，漂亮啊！好，那黄先生再为你介绍，我们要从哪里介绍呢？那安生太小，由你全权决定啊，全权决定。其实。你看我们这边绿油油一片，好美哦。对啊，我好喜欢那种看到那种绿地、啊。那边有凤梨园。哎呀，真的，我们让厂长来看凤梨园。哦，对面有凤梨园。真的，一瓜哦，哎，哪个是凤梨园啊？那是。那你赶快去嘞。来。哇，一家哦，都一袋袋追购哈，所以我们来看看。是这一片就是凤梨。这是翁奶哦，翁奶是这样子、哦。是翁奶，就是安呢。哦。哇。哦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手尽量不能这样动，我观众给讨厌。你看我的手，我对，尽量就是慢慢的话，啊，我一直讨厌。拍死，一直讨厌吧，你知道不？你该谁啊？到底个谁啊？谁？
嗯，这个是凤梨园。这个是凤梨园哦。哎，他们凤梨的就是这个凤梨。哎，所以凤梨它是长在土里面，是不是？上面。上面哦，凤梨会长出来在上面哦。对呀。那我问你，那这样子一株可以长几颗凤梨呀？我唔捌看过这。一颗而已。哦，一株一颗哦。哎，对对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嗯。哦，我那呢是一粒一粒的哦。嘿，俺一粒采收，俺你没采哦。唔办哎呦，我拢唔办呢。你很知凤梨园，你嘛唔知哦。我唔知这是凤梨园呢。对啊，这就是乌来啊。哎，你紧讲介绍一下这凤梨吼。啊啊，这是什么？哎，那是芒果树，哎，那是什么？芒果树哦。哎，看到芒果啊呢，来看来看。哇，哎，夹着芒果啊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，好好玩哦。哎，芒果树这么高哦。对啊，那是芒果啊。真的哦，哎呦，看到芒果嘞！观众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芒果？芒果树好高哦。老师，你看，哇，好高哦。是啊，你有看到芒果吗？有看到这边了，有芒果了，有没有？哇，这是芒果树，好特别哦。但是是凤梨树。这是凤梨，我刚才还有金蕉啦，金蕉我知影，对面这是金蕉。嗯，那是香蕉。我只会看香蕉而已。哎呀，真的好特别哦，真的，嗯，哎，我想请问那个香纯，你知道为什么玉井它这个芒果会这么有名呢？主要原因在哪里？嗯，因为这边好山好水啊。真的哦，这里很适合种芒果就对了。对呀、啊。哦。芒果的故乡。是，哎啊，那个纸包起来那个是什么？纸袋那个也是芒果吗？对，是芒果。那也是芒果。哦。你真的爱我。艾文，艾文就是芒果嘛。哦哦哦，看到了。嗯。哇。哎、欸，人家都不怕人家去踩哦。不会，哎、啊，那时候是龙眼哈、哦。那龙眼哦。嗯。哎、欸，乡下就是这样子哈、哦。那龙眼开花了。嗯，乡下不错，就好多水果嘞。嗯。哇，真的好棒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这个芋圆哈，这个刘炳豪哦，他们所做的这些呢，水果的这个。产品都是用在地，同新鲜呢，同营养呢，哈、哦、啊，假如再好，其实啊，这种哦，这个水果干呢，大家携带也方便，保存也容易，然后呢，总比你吃些那些合成化学的东西好哦。我们还要多吃天然的东西啊、哦。我们这边有志伟，志伟好，那边有凤梨伸出来的哦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有看到了，有没有？有有有，嗯，有有有这个画面。一颗就是一个凤梨。哦，一颗就一个凤梨哦，原来凤梨是这样子的。对。有有有长出来了。哇，林燕姿说台湾真的是水果之都啊，不错不错。你看，一颗就是一颗就是一粒凤梨啦。嗯。哇，好棒哦，这个。刘老板有时候要不要给我们凤梨带回去？我在讲翁来呢。凤梨好，凤梨里面有很多很健康的成分。哦，爱讲翁来，阿妈爱讲芒果，芒果嘛就好吃。哦，艾文，艾文哦，嗯、哇，艾文，艾文，芒果的一种嘛，哈、哦，人家艾文，嗯。啊，你看这么吃黑哦。嗯。你偷酸呀？哦，偷酸呀，对，不同的品种，就不同的品种嘛，哈、哦。就那是嘛，那是那个。就那种的，对，我们刚才吃的是这种大树木这种偷酸药。对对对。哦哦哦。对，这种是土芒果。是，你看哦、嗯，我们在这边其实都是有机的。嗯。你看哦，这边你看蝴蝶有没有？来，我们来拍拍蝴蝶。蝴蝶。其实蝴蝶会飞来飞去，代表家母荣耀，你知不？啊啊，有荣耀蝴蝶拢哦，细细去啊，拢啊无蝴蝶啊。你看啊，有没有？我们在这个果园呢，可以看到蝴蝶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看到蝴蝶这样飞？好漂亮哦！有有有，有没有？蝴蝶这样热情的在飞，有没有？飞飞飞啊！就代表我们这都是有机的哦。所以水果要吃天然有机的。你看我们的蝴蝶有没有？大家有看到哦？哇！来，真的很棒啊！哦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很好奇啊，想要来见识一下我们老板。刘炳豪刘老板，最重要的是老板要不要帮我们加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五份已经被人家订走了，就是我们的 Peter 订了三份，红酒杯订两份，所以已经五份被订走了。啊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加码哦。
我怕我们的观众现场在看，我按前面好看拍拍照，拢无啊，哦，有哪位照着顶照啊啦？好，阿老师来问看看，可不可以帮你们争取？嗯，哦，来。有，欢迎网络乞丐，欢迎啊！欢迎乞丐，欢迎。好，对，我们就坐下来，我就先坐下来。有，是，我先坐下来，然后呢，休息一下。来，欢迎乞丐。是，来哦。还有馒头，嗯，还有，今天还有米呀。好难过哟。谢谢，来，行，然后我先把它放在这边来哈、哦。啊，你先也一起给我，那你就不必用手拿，那我来跟老板来好好的访问他一下哈、哦。我们，然后呢，老板，你那个包装如果好的，再跟我讲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就是你包装，太太还没来吗？有了。好，你就那个凤梨帮我包一包啊，那一个芒果也帮我。哦，有了哦。哦，那这样子在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又哇，包起来好漂亮的。好，又又又来，那我们请来，请老板坐在我旁边好不好？哦，你坐在我旁边。那我站在你们。对呀、啊，哦，我先来访，我待会再交棒给你。来，你如果讲话，这个可以用的，麦克风可以用，哦。然后呢，来大家一起来看哈、哦，我来跟您介绍我们的这个啊、哦，这样讲话就有的。哦，再次谢谢哇，在我身边的是我们豫园哦负责人刘炳豪，刘老板你好，是的，是的，哇，好看吧拍照呢，很高兴呢，来到我们台南的豫景。我有个问题，能不能请问一下炳豪啊？为什么我们豫景的芒果是特别有名？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它在那个我们嘉义以南哈，北回归线是北回归线以南的水果呢，都是特别的好吃的、啊。哦，北回归线以南的水果哦，那主要原因在哪里呢？他们这边的地质啊、气候啦、啊，而且零污染。哦，零污染就对了。对，哦。所以是北回归线以南啊、哦，而且是零污染啊、哦，对对，污染比较少。是是是，哇！所以呢，啊、豫景啊、哦，它的这个芒果就特别有名的啊、哦。对对。那我们这个豫园呢，啊，这个豫也取得很好，豫的话是豫前的豫，嗯，它园的话呢是花园的园。当时怎么会把公司取作豫园呢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？为什么？豫园呢，豫呢就是呢，以前皇帝哈、哦、就有豫嘛，嗯，啊豫的话，我们在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它我把它形容是特别好的水果干，哦，特别好的水果干，哦，用豫啊，哎，御用嘛，对对，以前最好的东西都要给皇上使用，对不对？是，最美丽的女人也要给皇上使用。对啊，盖安嘞，是啊，以前真的是这样子啊。对对对。哦，对对对，有情人果干哈，谢谢。这个我这边有成品啊、哦，所以说这个玉的意思就是呢最好的。对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这个园呢？花园的园嘛。对，花园。对不对？哦，玉园啊、哦，我们的刘炳豪，哇，好棒哦。这个想请问一下炳豪哦，炳豪的话几年次的？六次。六次哦，你比我小哎。对啊。真的，可是你长得比我高。对。又帅气。啊、你几个小孩？三加一。三加一，那几男几女？三女一男。哦，真的啊。哇，那我刚才有看到你两位千金的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是的。我本来以为是你这边请的职员，那也算是帅。外公，你怎么特别去敬的？用敬啊，在你腰。好像我们豫景的芒果那么优，原来是您的姑娘呢。对对对对、哦、他们是老大老二吗？没有，老大跟老幺。老大跟老幺？哎，真的、啊。老三是男的。哦，那你老大几岁？老大今年高三了。高三，那老二呢？老二高二。高二。老三是男生对不对？对。那老三高一。国三。国三。老四呢？老四小五。哦，老四是小五。嗯。所以今天来的是老大跟老四吗？
对对对。好，那你先接没关系。哦，你生意来了，先接。没有，我女儿。哦，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怎么讲？要查钱？讲没问题。可以来啊，来看通力圈老师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那个我叫妈妈去载你。啊、哦，来来看看通力圈，好欢迎哦。你女儿她也可以上镜头啊。那个哦，小助理在那个一品过来。啊，你在一品啊？我知道。二姐啦，二姐要来啦。对啊。哇，好棒哦！哎，现在生四个小孩，在我们这个育警这样子哈、哦，以您这样子的一个年纪，是多还是少？多。也算多就对了。多。哦，因为我想说，在大都市，如果四个小孩，真的很难有四个小孩嘞。真的。啊、你怎么那么有勇气？还是身体那么强壮？还是晚上都没事做？那个暗时啊，四点无工过做。哎呦，无工过做啊！你给个妈摸，给个妈摸，他就出来了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哈、哦，孩子有孩子的好处吧，对不对？比较热闹啊。哎，热闹啊。对啊。而且你看一下，你现在这芋圆做的那么成功啊、哦！啊，外面的人哦，有时候也要给他放假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假日赶快叫女儿过来帮忙。对啊，对啊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付他们薪水啊？有啊。啊，按哪省？你都按哪付薪水？付薪水啊。用小时吗？没有。还是才月份？还是才月份的？才月份。啊，月薪哦。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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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哦，赶快爱付薪水的丢啦。丢啊。是啊，是啊。也是要付薪水。啊，这样付啦。对 啊, 啊。五一劳动节我们放假不？没有啦，我们这个没有在五一劳动节。哦，对啦，那你怎么干不要紧，没跟你抱怨的、啊哎。不是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哈、哦哎，因为今天不是4月28号、哎，我看一个新闻，就是说如果工厂哦五一劳动节没有给员工放假，员工去爆料，哎，老板会被罚钱的。啊，我们这拢家己啦。对哇、啊，阿、啊、叔，你怎么干没跟你爆料？对啊，对啊。他们说。五一劳动节，我们老板要给员工放假，没有放假要有什么？不休假奖金要补贴他了。哦，因为五一劳动节，老公朋友是说要放假一天。嗯。哦，所以我讲用家己查某囝袂歹。嗯。哦，因为家己爆料。哦，来芋圆，来请问一下我们呢，刘炳豪，芋圆的经营多久了？六年。六年了是不是？哇，六年。那你六年前是什么情况之下会开办我们芋圆呢？六年前我也是务农。哦，做务农哦。对对对对，刚、好是遇到88水灾哈、哦，那个芒果在关山那边哈、哦没有办法运出来。是哦，这么那么严重啊？六年前那个88水灾。对。我们不大懂，因为88水灾，我想台湾的朋友都听过。嗯。哦，但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哈、哦我们比较不了解。来，88水灾哦，到底对我们南部的农夫影响有多大？88水灾那时候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我们南部啊，南部就南部，对，台南、高雄都有。对对对对对。哦哦哦，那时候88水灾哦，当时有多么严重啊？道路啊，滩帮啊，所有的那个农地啊都淹没了、啊。哦，农地都被淹没。对对对对那88水灾大概是几月份发生的？嗯，十几年有了啦。十几年对，几月是在什么？88水灾好像是那个8月8号，是好像8月8号没错。哦，真的啊，就在夏天哦。对 对, 对。那是不是跟台风有关啊？对，是台风。哦，是台风来的哦。所以那时候88水灾在夏天、嗯，哦，因为我们台湾的夏天是很多台风，然后呢，农地都被淹没了，所以那时候损失惨重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损失惨重。哎呦啊，那时候呢，你也结婚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也孩子也出生了嘛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时候一家怎么生活？也是要生活，刚好是有机缘啊。啊，怎么机缘？因为我朋友是做加工的。是是。他跟我讲说哦，那个这些哈、哦。不真懂，就叫我跳下来做加工。哦，啊，跳下来做加工，啊，你给你鼓励啦。对 对, 對。不要一直只有当农夫啦。对，是的。对不对？有那种当农夫真的是靠天吃饭。对啊。你看没有？平时都这么辛苦，等到他收成了，谁再来个88水灾？对。对不对？血本无归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所以呢，六年前。这个朋友就鼓励你来做水果加工，是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我
他跟我讲，我考虑的四五年我才下来做。哦，还考虑四五年呢、啊？你真戆啊！对你有一个扎进来做啊，真趁钱啊，跟你考虑。陌生行业啦。啊、哦，这四五年当中、哦、你当时考虑的因素是什么？没有做过。因为没有做过会害怕。对啊，没有做过。对啊，因为新的行业哈、哦。哇，对啊，而且你考虑说你做出来的东西要卖给谁？要卖给谁？哦，市场接受度高不高？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资金是不是也是你考虑的现象？对对对对，都要考虑进去的。都要考虑 money 的问题哦，所以考虑四五年。嗯。所以的话，你朋友大概十几年前跟你讲嘛，那你考虑了四五年，你六年开始工，好吧？那我就来做吧。对。是的是的，那时候是考虑好的。嗯，对。哇，结果呢？这样在回忆啊，六年前这个决定是很对的吧？是，也是对的，因为做成功了。啊、哦，做成功了，老师告诉你耶、啊。哇，刚才我们的那个 Peter 要看我们的成品，就在这边。哇，好帅哦，来，这是翁来啊、哦！我跟你讲，你看这个照片就知道是翁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品。那这边是翁来啊、哦，待会我们会请呢这个刘炳豪跟我们介绍啊，比翁来有小地大地不一样在哪里？啊，再来那里看芒果，哇，情人果干啊、哦，对，这是芒果哦，芒果哦 ，mango 啊，斯亚林啊，斯亚林也在线上，斯亚林他是歌仔戏名旦，哎、欸，好。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有三种产品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哈、哦嗯。来，来，各位好朋友，哇，我们芋圆的呢，这个啊、水果干就在老师的这个啊、手上。这两种哈、哦，虽然都是凤梨，但是看着不大一样。这个的话是整片的，哦，整片的啊、哦。那这个是有切比较小块。来，想请问一下这个炳豪哦，这两种我们芋圆的这个凤梨干，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一个有蜜糖，一个是没有加糖。好，一个有比较甜，有蜜糖会比较甜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它有沙芡。哦哦哦。它一个比较原味，没有加糖，比较原味。好，来文喜是黄色的芒果。还是情人果干，情人果干，都是情人果干，是这个情人果干啊、哦，文喜来，这个就是它包装好的，在这边，情人果干啊、哦，因为我说我们有三种嘛哈、哦，所以以这两种凤梨来讲，这个的话，原味的是比较没有那么甜，是不是？因为现在当季哈，当季的凤梨的话，它也是蛮甜的，可是它是水果甜。它是水果甜哦。那我们这个有切块的呢？有切块的呢，它是我们有蜜糖。有蜜糖。对。哦。对。是，所以甜度呢？甜度的话，因为我们有沙青把那个糖度呢，它的水果甜煮掉了。是。然后我们再加一些糖，我们控制糖量。然后让它产生微酸的感觉哦，有点微酸，对，这个是原来水果的样子，它是不酸的，对，啊、哦，这有点微酸，对，哦，那这个重量是不是都一样？一包的重量是不是一样？一个对嘛，一个120正负五，对 对，都一样嘛哈、哦，哦，这个120正负五，来，哇，所以我们的这个凤梨干就有两种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欢迎我们台南的圈 fish 啊，我的也在台南，我目前在我们的御景御园啊，他们的工厂。行，然后呢，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土芒果啊，文喜，我们这是土芒果哦，这土芒果，是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都有看到哈、哦，来。这三包，我们这打开是不是很容易就打开了？哦，对，因为对哦，你打开，可是你这打开再密封，就直接打开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嗯、对对对。好、哦，这三包哦，老师呢就现场来尝尝看，告诉你有什么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哈、哦，哇，先来尝了这个原味的，
因为我们这个凤梨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水果了。凤梨比较好，它没有农药。没有农药的哦。哦，你里面还有一个盘子。对。还有放一个盘子哦。哇。所以呢，这个都是人工嘛？这是人工切的吗？对，这是人工。都人工切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它真的是有缩水哈、哦，大概缩几分之几？因为要看那个凤梨的大小的、是是是，对对对对。它的纤维，它那个我们烤下去的时候，它会萎缩，那缩水。嗯，那缩水。对。真的好吃哎、欸，嗯，各家凤梨的原味。对，这都是采用当地的水果。哦，哎，我们凤梨一般来讲，几月到几月台湾是产凤梨？现在整年度都有了，可是四月到五月这一段时间是凤梨正好吃的水果，盛产就对。对，盛产。那我们芋圆，我们的凤梨干。你用的是哪里的凤梨？我们现在用的话是用关庙凤梨。哦，很有名哎。对，关庙凤梨。关庙凤梨很有名。对。啊、哦，春贝雪，好久不见了，春贝雪。他是我的榜石。嗯，谢谢。真的好吃。对啊。嗯。我想请问哦，我们这个呢？凤梨干干一包哦，我们观众朋友如果拿到哦，那保存要怎么保存法？在我们现在都如果说你没有吃完的话，能放冷冻的话是最保鲜的。哦，对，放冷冻。冷冻就是放在鱼那边哦，叫冷冻哎。对，冷冻。啊，如果放在冷冻哦，对，因为冷冻的话，你放再久它都不会坏掉。哦。如果说你一包的话，正常要开封。如果随时要吃的话，放冷藏就可以了。是啊，对对，放冷藏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觉得那么好吃的东西也不会，我这只要放在旁边，很快就吃完了吧？我觉得这不会很久。嗯，如果放在冷藏，大概可以放多久？再放冷藏的话，保存期限是你要，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你东西把它打开以后，尽量尽快把它吃完，是因为保鲜嘛。对，你放越久的话，它的鲜度就会跑掉。是啊、哦，有对对 对, 对。但是保存期限我们都有压六个月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哇，压六个月。哇。而且我们这边啊，有讲哈、哦，我们用台南关庙的凤梨，你有通过 SGS 检验。对。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检验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因为我们不加防腐剂、人工香料及色素。嗯，对。而且我们那个也不加二氧化硫，采用天然的食品下去烘焙，它的烘焙出来的颜色都不一定，对，所以说纯天然就对。我知道那二氧化硫其实对人体也不好、哦，不好不好。有些食品他们加二氧化硫的功能在哪里？它就是要把我们的凤梨干呢，它的颜色变漂亮，变漂亮，对，变漂亮。各位啊，这点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的成分呢，都是最天然的，所以没有什么二氧化硫啦、防腐剂、人工香料、色素都没有。嗯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啊，刘炳豪就坚持要天然、健康，对不对？对，营养哦。做食品的哦，你就是要让大家吃得健康，才会做得长久。因为现在有的食品呢，就是加一些有的没有的，不好了，不好，这样子。对，嗯，对啊。各位，老师啊，您讲哈，你有没有讲下面敏感？您看，很多人说老师，我们怎么选？我说很简单，您呢，如果看到后面那个成分，那些化学的东西，你看拢无，还拢卖加。嗯。你看二氧化硫、什么硝酸钠、啊、什么，还看无？他往营地里来哦，还肉肉等来卖家。来，我们的东西，预言呢？我们的这个新鲜水果干，好，我们除了水果本身，我们可能有什么？比如说我刚才吃的这里，这个水果本身还有什么？还有加什么？
我们加盐巴。哦，这个就加盐巴。对，对不 对？就这样子而已。对，加盐巴。哦，加 salt 啊，我们都是很坦白跟你讲，来，这是第一种。我个人还蛮喜欢吃这个。我来看第二种，来，哇，我们线上的贵宾来，这种的话是有加一点糖，是不是？对，加糖。好，它会比较甜吗？还是差不多？嗯，它会有带微酸，因为我们有杀青，有煮过。哦，有煮过，这个有煮过，有煮过，有煮过。这是凤梨，可是啊，这里棒，晚餐不要吃了。对啊，我晚上就当水果餐了。好吃啊。对，它其他也不会比较甜，没有，但是有点酸酸的，有点酸，有点酸。因为水果甜，我们把它煮掉以后，它水果本身就有一点酸味。哦，它的酸味就会跑出来。对，它的酸味跑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蜜糖的时候，我们下去控糖量，不要控制太甜。对呀，现在人对，现在人不都主张少糖嘛？嗯，好。然后呢，它的名称是一样的吗？哦，有哦，你写有糖的哦。下面是写有糖的。啊，这个是无糖的。哦，无糖。对。哦。对啊，春蜜雪，你有听到黄香醇的声音有啊？黄香醇，你来这边跟春蜜雪挥挥手。大家好。春蜜雪，好看爸爸照嘞。他认识我。他认识你。他住台南。他是粉丝。啊，他是粉丝，对。好，这个凤梨，凤梨我们有分有糖无糖的啊，好不好？有糖无糖。甜度其实都差不多，它只是无糖的呢，它没有酸的感觉，然后有糖的呢，它有点酸的感觉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这是第二种。来，第三种就是我们的芒果干，哇，叫情人果干，为什么要特别叫情人哦？我想请问刘炳豪，为下面亲人啊，亲人，我怎能够忘记呢？因为为什么叫情人？情人果干呢？它吃起来呢，就是酸酸甜甜的。是。对，像恋爱一样。像恋爱啊！我什么都懂，就是不懂恋爱。因为你知道我还是单身嘛。你单身。你知道我是单身啊？真的。是啊。我跟你讲，成名之后就很难娶老婆。是。因为每次啊要去约会，你知道，就请媒人帮忙，因为我们都是请媒人，你知道。我妈妈就去请那个媒人，请那个超级媒婆。然后啊，只要我妈妈帮我约相亲，都用我的本名，我的本名叫陈志鹏，陈志鹏，东城，志气的志，万里鹏程的鹏，啊，叫陈志鹏。本来没人都约好了，可是只要对方哦知道陈志鹏就是 Tony Chan， 是，就取消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人家女孩子怎么说哈？不敢跟吕秀莲抢。吕秀莲女士啊，哦，好，哦，对啊，大家都认为那样的那个新闻啊，都还记得啊，你还知道，所以啊，我真的什么都懂，但是就不懂恋爱的感觉是什么。让我来体验一下情人果干哦，好，我来体验一下。所以因为我们没有乱加东西，所以说真的，我们没有说要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的外面那个看起来很漂亮，你说加的是什么东西？有的是加二氧化硫。加二氧化硫，那二氧化硫有加，看起来跟我们不加的差别在哪里？它们会不会比较亮，是还是怎么样？它颜色比较鲜艳。颜色鲜艳。对。哦。那叫二氧化硫。啊，那种可以加吗？可以，政府有哦，有规定范围内可以加。有那个是食用的，食用的，而且加那个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一定是的啊。对。哇，那加二氧化硫哦。你这有很重东西吗？所以我这点想请问一下刘品豪哦。你有曾经挣扎过吗？因为如果今天我们这是一个挣扎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好，我们的芋圆啊，我们的这个新鲜的水果干，我们要不要向市面上为了它变得漂亮？我看有的都会发亮了，
有人拿给我吃，真的是发亮。哦，加了二氧化硫。哦，还是我们为了顾着大家的健康，我们就不加，不要加那些东西。当时有没有挣扎过？有啊，有挣扎过。有挣扎过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有那当时做的时候，你没有做加的话，人家不要买。对啊，那啊加了人家才要买，不加是那卖几期也不买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因为盘商也会有的，盘商要求你加。盘商也会哇，对。啊，现在呢？现在是怎么样克服的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口味做出来。因为现在推销的话，我们是讲的话，就是说你的风味好，你的顾客就会接受嘛。我知道。也不一定说，因为你做了，也不要说做得太丑。是。对，因为我们本身在腌制的时候，那烘焙的时候，也温度就不要太高。哦，不要太高。对对对。所以它就不会太丑。对对。也不会太丑。对对，不要让它氧化掉。对，用低温烘焙。对，低温烘焙，而且我觉得我们要教育消费者。我们各位现场的贵宾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你三种口味各十包，谢谢文喜，因为他帮我们订了三份呢、啊，所以他看到三种口味各十包。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我们芋圆的东西，老实跟你讲，他不加不好的东西，所以他的东西都是天然的。啊！你们吃了，您得过来给订。今天在节目当中，不是要买您，给咱要送您。我们呢，这个直播是这样子，送 UB 换好礼。我赶快跟呢，我们呢刘炳南来介绍，这个是我们 UP 的界面。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直播电视。你有没有玩直播过？没有。有没有听过直播这两个字？有。只是也没有玩过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我跟你赶快介绍。我们公司叫 UP UP， 这个是大陆公司。现在台湾所有的直播电视没有台湾的，其实都是大陆，都大陆。台湾呢还没有那么先进。然后呢，从这个呢，我们界面上可以看到些什么东西？它很厉害哦，你知道，我们一开机就马上播出去了。它是最真实，不必剪接。你了解吗？对，不必剪接哦，我帮你剪接。那从这边可以知道，第一个现在多少人在看你，你就会知道。来，这个数目在这儿，你们看到这个数目？这个数目是多少？520。目前是520。我们的节目，我跟你保证，现场观看人数都有上千人。我们呢人会一直进来，有没有？21人有没有？对。我还要。哥哥，我还要。哎呀，523，我还要，快点，才给我523，好不好？赶快，我还要，再进来，我还要。他们能会一直进来。这个是观看的人数，你看524有没有？对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公司呢，他怎么来呢？看我们的主播。我在公司里面呢，因为我们是大陆公司，所以我们评比都是海峡两岸一起比。我在男主播大概排前10名，我算是很强，对。所以公司呢很重视我，我也很谢谢公司。公司都很怕我跳槽。我说我不会，我会跟 UP 公司从一而终。所以是人家公司不要我。是。没有，我会从一而终。我没跳槽，我也没离婚那一种的啦。那我跟这个炳豪公司怎么来看这个主播、这个主持人好不好？看这个数目，你这个数目，你帮我念一下这个数目好不好？411,5943。对。好，411,5943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礼物。礼物。礼物。这个礼物呢，就是我在 UP 公司现在是第17个月。我跟公司签2年合约嘛，我要做24个月。现在是第17个月。我这17个月来所收到的礼物总数在这里，411万。这样子。这个呢叫 UB 换台币大概1:2。也就是我大概收到礼物205万。205万，收到205万台币。
我那个也是可以换钱的。啊，都是换钱的。我那也很多哦。真的也很多哦。两百多万。啊，两百多万。哎，是不是啊？对 对, 對。还算行了哦。可以可以。谢谢。真的很好。谢谢。然后呢，啊，这个我怎么拿到这个礼物的呢？因为在我的节目《好看爬爬照》，嗯，我有一个制度，就是送 UB 换好礼。送 UB 换好礼。对。我今天还没有来的时候呢，我有请黄湘君跟你说，我会跟你要五份礼物嘛。对，有，对，有。那这五份礼物的话，我每一份礼物都是台币一千，台币一千，相当是 UB 两千。UB 两千。对，也就是观众呢送我们，送我 UB， 我就送他礼物。哦哦哦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要了五份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呢收到一万 UB。哦，是一万 UB 就对了。对对对，那一万 UB 呢，就是公司给我的扣打，基本扣打。我们出来，你看一下，那么辛苦开车，对不对？要油钱，啊、哦，要吃饭，对不对？这些都要开销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说你都收不到 UB， 那公司怎么会请你？哦。对不对？啊，公司呢，每年呢都是上百万。再请通力券，嗯，啊，他怎么可能？他不是斗料的，因为啊，这样你懂意思吗？我知道。对，所以的话呢，好，老师，你的网络不好，画面会卡卡的，因为这里乡下啦，对，乡下哈，这里是预警呐哈，哇，所以我慢慢的讲啊，大家体谅一下，因为这网络哈。网络的东西我也是没办法，因为这是真卡啦、啊、中华这是用中华电信的、哦、对啊，你看看啊，那个张经理 你还可以吗？有听到我讲的吗？好吧，你试试看，他们现场也可以看、哦、看卡到什么程度，你帮我看 up 可不可以？好，张经理，你到外面听一下声音，看最少声音能够听得到。啊、哦，谢谢。然后再来呢，我跟我们的秉豪介绍哈、哦，再来你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网络电视它是互动式，对，有的观众有没有？嗯，他竟然会留言，对，有没有？到外面听一下声音，还好了，有听到了哈。哦，哎，可是你是用 app 吗？不用看 app， 不要看 app 可不可以？张晋的 app 比较弱，反正是中华电信比较弱就对了，是不是？他用 app， 那我想 app 啊，没有 app 啊。哦，奶奶医生，奶奶医生好啊、哦哦、反正是，有没有张晋？你看声音有没有清楚？你到外面去听听看，或者是你告诉我声音，好不好？嗯，对啊，声音还可以啦哈，啊，画面有点卡卡的这样哈。因为这个是中华电信呐、啊，中华电信这个已经是最好的哦，拍谁啦啊，因为是中华电信，我这台是用电信 4G 的。都按键。哦，最少有声音哈，你按一按看哈、哦。4G 的。哦。还好哈、哦，对啦，最少声音能够听得到啦哈、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属于互动式的啦哈、哦。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个秉豪啊、哦，因为呢，我们今天的五份礼物对不对？对。啊、哦，刚才呢，这个文喜，他拿了三份。他拿了三份，因为我有做节目预告，所以他们是先订的。嗯，那红酒杯呢？红酒杯他拿了两份。嗯，所以其实你赞助的五份，我们都送出去了。嗯，哦，那我们一份是怎么样？我们一份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一包都卖120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吗？哈，对对。所以我们一份就有十包。嗯，那十包我们一份十包，对不对？嗯。就是1200，嗯，但是我今天节目对不对？我只能做1000，嗯，就配合我们好看爬爬照，嗯这样子，嗯。那我还请问一下这个秉豪哦，因为你所赞助的五份，嗯，哦，已经都送出去了，嗯、哦，
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没有压力，但是我不晓得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线上的贵宾，哦，没有拿到，他也想，哦，这个用台币1000、U 币2000来拿我们10包我们这个新鲜的水果干，哦，那我们这个啊，秉豪，你这边能够帮我们方便加码吗？这个由你决定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是可以加码，是不是？哇，感恩呐，哦，好。所以各位贵宾，哦，如果呢你们有要拿的，你们赶快跟老师讲加一，啊，哦，这是我们的刘秉豪刘老板，他非常的慷慨，啊，哦，也很支持汤丽娟老师。他说没关系，如果有人还要再拿，他愿意加码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我们 FB 的贵宾要拿的朋友呢，我们十包呢台币1200。加油资100，大概就要1300。我们现场只要1000，只要1000就帮你服务啊，哦！这个都是最新鲜、最棒的。我们有呢，这个啊凤梨干，我们有芒果干啊，哦，然后呢，尤其这个呢，我有情人果干哦，这个有恋爱的感觉。这位是你太太吗？对对 对， 对，好棒哦！老板娘，对，老板娘，哇，老板娘好哈，哦，谢谢。老板娘的话，方便受我们访问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哦，好，不要紧，让聊聊天，啊，给老板休息一下，对对，来，啊，你坐到我旁边来，那么开杠了你啊，不要紧，哇，你啊你嘛是美女呢，你是哪里的美女呢？老板娘哪里的美女？狱警而已。哦，你狱警人哦，对对，哇，好棒哦，哇，有劲呢，啊，老板本身是哪里人？他自己。哦，他是关山。南化关山。哦，你们都是台南人的对吧？哇，拢是台南人。啊，当时怎么会认识？哦，那时候我卖面包认识的。你在卖面包？啊啊！刘秉豪给你买面包，是安尼吗？对。啊，买面包就娶到一个老婆。啊，我本来在你买面包都没有的，啊，我不买面包都买包子。哎呀，这个超有趣的哎！哎，您您两个家庭就出名了。你在卖面包，是你们家在卖，还是你是红墙？红墙。红墙哦，哇，那是几年前呐、啊？几年前？我二十几岁的时候。那时候二十出头，那时候含苞待放，对不对？阿姨给你卖面包，卖面包，阿卖多久，伊就要跟你交朋友啊？还没有到一个月，马上行动哇！不怪哦，还刘秉豪那些行动力耶啦！哦，不到一个月，那当时他是怎么跟你表达？要带你出去看电影呢，还是要带你去什么吃宵夜啦？刚开始买几次面包，然后就说要约去玩这样子。哦，被你带出场。哎、欸，他很大胆呢，你知啊？哎、欸，他不怕被你老板看到，我那事业那贼，你卖给他来卖面包。当时你就答应他了吗？对啊。那我觉得你会答应他哈、哦。这个我们老板娘，哎、欸，您尊姓大名？朱元璋。好，朱元璋的朱，朱什么？义珍哈、哦。好，我想请问一下义珍哈、哦，当时你对秉豪应该也印象不差吧？还是公公的带出去啊嘛，唔知呀。差不多是安尼。真的哦，因为我们狱警姑娘比较单纯的对哇，比较单纯呐、啊。啊，你会记得讲伊第一个甲你传去倒呀无？唔好甲你传去哦，迄红奶粉诶。你们这边好多、哦，还有那个凤梨园呐、啊，还有那个什么芒果园呐、啊，香蕉园，拢传你去就是都在。因为以前我老婆也是都是务农，哦，大家都是务农的啦，哈、哦，所以彼此有一个算是一个共同的生活背景。对、啊。哇，哎、欸，那两个人交往多久就这个论到婚嫁？大概4-5个月而已啦。啊，要是你安怎啦？你拢坐高铁哦、喔，那赶紧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赶？因为觉得他蛮老实的、啊。老实，哎呦，他老实哦！你看，像汤丽娟，
我就老实的在这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老实的在这边。他老实，你认为他是老实啊？对，有责任感。对，好啊，所以就是说，看起来就顾家是。也顾家，不过这是真的嘞，他真的顾家。哦，一号、二号，自己当老板，我们芋圆啊，我们在生产，他自己都是亲自来看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要顾品质啊，东西一定出力嘛，对嘛哈、哦，所以。我们朱一珍嫁给刘炳豪先生，有后悔吗？没有。没有后悔，要离婚吗？没有。下辈子还要再嫁给他。哎呀，你看呀，下辈子还要嫁给他，好感动哦，真的。其实我们一个企业哦，夫妻要同心。其实呢，来到芋圆呢，虽然这是工厂，不过汤劝老师，你知道我吗？我知道，你刚才走进来，我就觉得我就认出来了，在哪里看过你？啊，我在电视上有看过。电视上看过我 Tony Chan， 然后赵米来呢，我是台湾电视收视率天王，啊，我是吴宗宪的老师，我是台湾综艺之宝，啊，让我嘛轰动啊那个大陆呢，我昨天刚从厦门回来，长得更矮，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好看爬爬照，我们就是到处去采访。啊，然后把好的东西介绍给好朋友，哇！所以也谢谢哈、哦，我们义珍知道 Tony Chan 哦，来问一下义珍哦，义珍，其实你目前的话也是职业妇女，也是家庭主妇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简单的，你住哪里啊？你住哪里？竹尾啊。住竹尾，啊，工厂的话，这边是在御景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御景跟竹尾离多远？这样多远？大概开车也5-10分钟哦，就在附近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那老师求你，那你平时你几点要来工厂上班？我都很早哎。很早。5点多就要过来了。早上5点多就过来了。对。真的啊？哎呦，为什么要那么早？他都起床就要宵要跑这样子啊。哦，就要来工作了，是不是？对对 对, 對。哇，所以红男也是你销的哦。无，恰工人销的，啊，工人拢几点来？我嘛拢5点多就来啊。哦，阿莲，你的工人这么认真哦。他们都很早就来。很早上班，他是不是很早下班？没有。几点下班？看那个水果量。哦。所以那工人的薪水怎么算？算。一桶多少？算量啊，所以他们早做完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早休息嘛，而且他们做越多赚越多嘛，是啊，是这个意思嘛。哦，所以5点多就上班，哎，这感动的呢。我5点多我得困呢，我好困呢，因为我们在大都市都8点上班，有的时候不行。我们张经理几点上班，你知道吗？9点。他9点半上班。他比银行还慢半小时，那比较好命啊。因为他家住太远了，他们家住东市，他东市在台中市上班，所以公司很体恤他，银行9点上班，伊9点半，体恤他，因为伊开车，你知影无？我惊伊哦爱困，开车，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上，只要困有够眠安尼啦，是这样子，哇，所以你看。你5点多你就来了啊？老公也一起来吗？还是你先来？我有时候都老公先来，因为我还要我家的小朋友，还要照顾小朋友。对对对。那你要不要煮早餐啊？偶尔啊，平时他们在外面买是不是？对，买。哦，往外面买哦，了解。好，那我们问一下呢，我们老板娘哦，朱一珍，5点多呢来到我们的芋圆哈、哦。那你这样一天你要做些什么事？早上来就假如隔天有下炉烤嘛，然后隔天来就要收啊，烤要收这样子，然后就是翻啊翻收这样子，要翻收哦，爱照顾嘛哈、哦，哇，这是你做的工作，那、啊、再来呢？哎，我们工厂有多少员工啊？请多少人？8-9位，有请8-9位，哇。你好，唐中博。你好，我汤丽劝老师，唐中博。哇，我们有凤梨干，有芒果干哦。哇，我目前呢在芋圆，
我们老板哦要请大家吃啊、哦，这个十包对不对？含油脂本来是1300，我们线上呢只有台币1000，优币2000就送给你啊、哦。唐中伯，如果你有要拿的时候，赶快跟我们讲加一，好、哦，快一点，要动作要快，好看爬爬照。哎、欸，那你中午要不要煮饭给工人吃啊？不要。啊，工人叫便当吗？还是工人怎么吃饭？不是都叫便当。哦，他们就叫便当送过来。哦，了解。那一般工人都几点下班？大概都五点左右。你大概5点下班。啊，李燕姿。林燕姿，你要加一哦，林燕姿，哇，我们谢谢林燕姿啦，有没有？哇，而且林燕姿有无？哦，给你讲要加一哈、哦，多谢啦，谢谢，安尼已经送出了6份了哦。那林燕姿加一，哦，老师给你登记啦，多谢多谢哈、哦。那请问一下玉珍，那你自己的话是几点下班？现在的话都9点10点，晚上9点10点。对啊，那芒果期就更晚了。哎呦，更晚到几点？刚开始做的时候，最高纪录要2-3点。凌晨2-3点啊！刚开始的时候。刚开始哦。各方面比较不熟的时候，就是要摸索，然后就更晚了。当前期起步的时候。对啊，其实啊、哦，真的。两款这吼，朱玉珍、朱姑娘，才是有够单纯。咱台南玉井姑娘啦，吼、哦，你跟芒果同款，加单纯呐、啊。那你这里操这里辛苦，下辈子还是要嫁给刘炳豪。哎、欸，你拢未抱怨呢？那你辛苦最高呢？会啊。哎、欸，莫该抱怨吼、哦。会啊。哦，莫该抱怨，啊，那个刘炳豪都怎么跟你讲？有没有紧，让他拼一下，我拜吃老，我带你来去世界环岛。他是怎么跟你讲？那你跟他抱怨工作辛苦，他会怎么讲？他说那个芒果期结束，再带我们去玩游乐场。啊，再去 play。啊，他说带你去哪里玩？没有，我们都一家人去啊。一家人去哪里？上次有去垦丁啊。哦，垦丁。到肯定玩水，还有呢，比较近的地方。哎呦，那为着升级啦，啊，你讲台南啦，你看高雄，过来就肯定啦。那个玩水，玩水嘛，边级。游乐园呐，游乐园到哪里？喜欢游乐园。嗯，都到哪里？剑湖山呐。哦，剑湖山。义大啦。拢无该出国的地方，拢无出国。今麦还袂有机会出国。还袂有机会哈，哎呦。真的啦，不简单啦、啊、我们这个朱玉珍啊，我们刘炳豪，他们是恩爱夫妻，所以呢，我们呢玉圆的产品呢、啊，真的就是有信心。我有件事想请问一下我们玉珍哦，我们知道玉圆好像已经成立6年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们之前的话，其实都是做大批发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都做大批发。哇，大批发。大批发那个量一般都是有多少？几公斤才算大批发？4-5千啊。4-5千公斤哦。不是，是斤。哦，4-5千斤，那也很多呢。也有1万斤。也有1万斤的哦，大批发。那你大批发给他们，他们自己再去包装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。哦，所以都没有建立自己的品牌啊。没有。哦，等于说你得最好人家己去。去卖安尼，是这样。我们就批出去，他们自己装小包装。哦，他们装小包装啊、哦。那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做了6年，想请问一下我们啊，玉珍哦，是什么情况之下会有这种想法？就是说，慢慢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品牌，然后我们开始也要来卖小包装，来服务我们广大的这些消费者，是什么情况？谁的建议啊？老公。哦，老公的想法就对了。哇，啊，老公有跟你商量这个事吗？有啊，他就想说，他自己改天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哦，改天不用这么辛苦哦。对啊，自己卖比较有利润的、啊。对对对对。最少比较有利润呐、啊。对啊。
啊，无你大概甲你卖，讲啊，你要点咩五千斤啊，要偌济斤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算一算也没有赚到什么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哦，这个是很棒。所以当时候呢，刘炳豪跟你谈这个概念，你是不是马上就接受？还是有挣扎过？会挣扎。啊，又在挣扎。啊，你心肝拢无挣扎，你还心肝是三加一。你人无挣扎，你有讲卖是较济，还你有无挣扎？为什么你这个要挣扎？当时是考量到什么？嗯，也是考量说出路的问题啊。嗯，对啊。不知道怎么卖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哦，反正因为什么也都不懂。我知道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慢慢学习，认识 Tony Chan， 你就慢慢学啊，怎么卖 ？Tony Chan 帮你推荐，预言的好棒，好多参加节目访问。FB 粉丝专页订购，你就接电话，他把那个价目都写好，这样就可以卖了。这样了解吗？哦，然后呢，老师在教你，现在邮局啦有代收货架，代收货架什么意思呢？货到付款，这也可以呀。啊，比如说几包，然后几包免运费，这都可以做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啊，十包啊免运费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啊，反正钱可以付给邮差。哎，我从年轻就在卖东西呢，我怎么卖物件？你行李啦！啊，我行李啦，我行李架，我没什么才华，我得自己吹啦。但是我是有良心的，因为你也知道，我是一位明星，我也是名人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好看爸爸知道，我们采访的，我们一定要好的产品，我们才采访。所以我刚才一来，我就马上跟你们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哈、哦，加了什么那个二氧化硫啦，加什么东加什么 C 啊？因为我对那些食品添加剂，我都尽量不要接触了。对，我们都没有添加什么东西。对呀、啊。就基本的有些原味就是没有加糖。是。它有加糖就是加糖的部分，没有加任何。对，所以我们芋圆是有品质的，有Tony Chan热情的推荐，哦，是这样子，别客气，哇，别客气。所以我们这个小包装也是刚要推出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，哇，包括林燕姿拿了一份，红酒杯拿了两份，我们 Peter 拿了三份，其实都好幸运呢。我们这些朋友，你们拿到的都是新的东西耶！哎，这个是谁帮你们设计的啊？你这个也是设计的蛮漂亮的，请人家设计的。哦，又请人家设计的丢啊！设计嘛，这素颜啦。自己公话一共哦，以后我可以跟你讲，以后你再设计新的一批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你们的订购的那个专线可以把它打上去。哦，啊，我拿到对不对？啊，我要再订购，那我就可以打给你。哦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说。比较方便啦，等于说，其实这个人家拿了，对不对？那他在订购，那他有。啊，我的名字也可以用啊，英语状元汤尼券热情推荐，你也可以用。啊，或感谢汤尼券 UP 直播好看爸爸照莅临采访推荐，这都可以用。好。哦，这个就是一种宣传嘛，因为我们的公众人物，我们今天来采访也是帮你的产品背书。那人家可能不了解芋圆，但是大家都知道 Tony Chan， 你知道，而且我们的影响力很大。你知道我们在台 UP 有多少人在看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来，在这边，这边有个数目，你看得到吗？最上面这个。哦，870啊。870位了，你很惊人呢。你曾经对那么多人讲话过吗？被吓死。没有吗？你对人家讲话最多大概多少位？你曾经最多多少位？十几位。对啊，十几位呢。而且我刚才有跟呢刘炳豪说，我们的人数一定会破千。我有信心，我们绝对会破千。哦，是很棒。所以你看啊，你现在就是跟很多人在讲。啊，这位呱呱说老板娘好美哦。谢谢。谢谢啦，阿朗一定哦，生了三家一位小孩，但是。形容美没有关系啦，我欧若美要定啦。哎，还有人会说你好美吗？
有无？嫁翁了后，生囝了后，不是年轻的时阵，起码都有啦。讲你好美哦，工人啊，哦，工人讲你好美哦。啊，恁翁呢？恁翁在边啊，听了感觉什么？工人，嗯。可能是安慰我。哦，唔，绝对唔是安慰。你看咱呱呱拢讲出来啊，伊无需要，伊也唔是你的工人，也嘛没有给你领薪水，你真的是美，真的是美。因为我都甲你当做讲，伊是查某囝小，伊讲哦，又是查某囝，我都看两个叫做嘉义，我唔知讲你是那个老板娘。谢谢志伟啊，志伟送那个火箭，谢谢，真的好美啊，不错。哇，那老板娘哦，弄假这个水果啦，哦，吃我们新鲜的水果干呢、哦，真的是很好，这是个很好的食材哦。谢谢我们的酷仔，哇，酷仔送给我们老板娘礼物，哇，哎，他送你礼物呢？你上次收到礼物是什么时候？收到礼物、啊？嗯，最近啊，礼物就是小朋友的生日蛋糕啊。哦，小朋友的生日蛋糕。对啊，志伟说天然的水果很棒，真的，他的天然水果很棒哦。志伟，哇，他是我们的工程师，工程师很重要，为什么？你看哦，我们这边有三台，对不对？这一台就是 UP， 这一台是我们 FB， 这两台都是现场播出去，这一台在帮我们录影，他这个录影是什么？会放在 YouTube，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，对不对？会永永远远的在网络都会看得到，那会把我们的预约，把我们的订购专线0911673365啊，0911673365啊，这个啊会永远啊给大家。它这个水果干新不新鲜？它好新鲜哦！来，你来跟我们这个啊观众朋友讲一下哈，他在问这个问题说。水果干新不新鲜呢？新鲜啊！今天削，然后就是今天早上就用加水烤，新鲜。它马上削，马上烤。我跟你讲哦，他们这里好多水果，我拿几个给你们看。这个都是啊，对啊，这个就是我芒果干的原料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嘿，这青叶啦。今天还有人家才再来的，这边是产地呢。你讲有新鲜不？哎呀，你哇新鲜的呢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水不？是啊，哇，这是你的芒果，还有凤梨呢。哎，红来，哎，红来，你摕来我们看。我嘛爱红来。哦，哎，头家讲老师，啊，早几顿啊吼，早几下去削。哎，这个凤梨，你看，哎呦，这个凤梨其实它是有刺的。对，上面。有没有看到？这红来啦，所以你刚问讲这有新鲜无？阮家是产地呢，哥哥，我唔是伫台中呢，我嘛唔是伫台北，我那伫伫镇康呢。你有没有感觉到，我都变村姑了？你哦，你在搞主意啦，绝对新鲜啦，绝对新鲜啦啊、哦！谢谢谢谢啦，感恩啦哈、哦，好，谢谢你。所以的话呢。我们的产品啊、哦，好看爸爸知道要送给观众朋友品尝啊、哦。来，我们呢这一包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呢都是卖120块台币，哦台币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10包给你搭配，哦，我们的凤梨有2种，我们的芒果干1种，总共有3种，10包给你搭配，啊、哦。没有办法在淘宝卖呢，我在现场卖而已。酷仔，现场好看爬爬照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还没有到淘宝网。那酷仔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赶快告诉通灵圈老师，你在哪个城市？你在哪个城市？你告诉我。好、哦，来，呱呱说包装好好看哦。对，我们10包，对不对？一个组合。对不对？哦，你在苏州啊？苏州的话，我不知道呢。这个水果可能没有办法寄到大陆呢。这可以寄到大陆吗？你知不知道？啊？这能不能寄到大陆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怎么寄。真的哈、哦？我不知道。哇，酷仔，你先问清楚。我不晓得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干货能不能寄到大陆给你。啊、哦，因为你在苏州啊。你好，你好。
苏州是好地方啦、啊。老师啊，我刚从厦门回来，哦，那我们台湾的朋友来，你们听哦，十包对不对？是不是台币1200？外加邮资手续费100，是不是1300？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不必1300，我们只要台币1000，邮币2000啊、哦，我们就寄给你啊、哦。我们呢已经送出了6份了啊、哦，是我们的刘炳豪，我们老板呢说老师没关系哦，他可以加嘛，所以才有的啊、哦。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969位是吧？是不是969位了？啊、哦，我们快要破千了！我们各位好朋友，你要拿的朋友，赶快加一，赶快啊、哦！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啦，只有在我们节目这2个小时好看吧，拍照才有这样子哦，好的这个优惠给大家啊、哦！谢谢谢谢，哇，感谢！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一真哈、哦，我们知道呢，我们豫园哦。现在呢，在业界呢，已经建立非常好的口碑了，啊、那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当然是特别辛苦啊、哦。那前期的话，其实很多尝试也可能有失败过嘛，对不对？大概有些怎么样的失败情况呢？前期？前期就有用那个，也是有用网络。哦，有网络。嗯。啊，成效也不是什么好。是是。网购啦，成效也不是什么好，是也是去找那个人家在拍卖的网站。哦，拍卖网站哦，了解。那前期也是用豫园吗？是用豫园吗？不是啊，所以豫园算是新的一个品牌了。哇，来，那今晚吼房上驾到，豫园呢，今天汤力券好看吧，拍照，热情推荐采访，好，我们要发了。发发发，没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豫园呢，我们新鲜的水果干哦，我们品质大家看得到。好、哦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能不能请呢那个老板啊、哦？因为呢，老板休息有够顾啊，哇，老板来带我们巡礼一下，让我们呢观众知道我们豫园的产品，我们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，好不？好、哦，来带我们巡礼一下。好，然后对，来，然后这个就不必再插电也没关系，好、哦，或者是要插电也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应该还不够远，行，哦，因为我好，来，我们呢，谢谢，来，大家一起哈、哦，哇，谢谢谢谢啊、哦，来让大家知道，因为。说真的，我们平时呢，我们可能也没有机会来到工厂哦，让大家看得到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啊、哦。那在我旁边呢是豫园的负责人刘炳豪，炳豪你好。哇，我们已经这个多少人呢？我等到1000人，我们再开始巡礼好了。这样多少人？你看上面。994。994了吧？还6位观众，快点，我等你们。好不好？来，我等。哟，加油加油！嗨，呱呱，赶快再去邀约啊！已经有了，你看一下。有了。突破1000了，有没有？1002位，谢谢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请了我们呢，刘炳豪帮我们介绍哈、哦。你们水果啊、过来对不对？像这个是新鲜的水果，你过来，那你那个程序是怎么做？怎么处理？程序呢？我们先把去皮。好，要先去皮哦。这个都这边就是新鲜的水果吗？对。哇，这新鲜的芒果。对，芒果。哇哇哇！这新鲜的芒果，老师，请问你这个芒果呢，这样子算熟了还是还没熟？没有，这个没有熟。哦，所以我们就不等它熟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这个没有熟。哦哦。怎样才能运出去呢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、给大家看。我教你没关系，他在忙，你按这一个。按学你学习按这个，你按下去这一个，对，你按下去，有它就会变那一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慢慢学，好啊，尽量画面就尽量我们不放，比较漂亮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芒果嘛，哈。对。哇，那你们芒果的话就是预警的芒果，对，这个成本会不会很高啊？这样子，
这个成本比较高啊。这种成本算比较高。对对对，要做情人果的话，它的话要里面的籽还没有硬掉才可以做情人果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对，所以里面的籽是还没有硬就对的。对对对对。哦，我还不知道。所以这个要做情人果，要赶快把它采收下来。对对。好，好，所以你这个水果拿到了，你就要开始去皮。那你去皮是用人工去吗？还是机器？这个都是人工去皮。哦，人工拔，把皮拔掉这样子哦。哦。所以这在港缸哎，然后。对，在港缸。是是是。好，那人工去皮之后呢，再来要怎么样做？我们要腌那个要削完要腌制它。哦，削完要腌制，是不是？听说你们腌制好像给它冰冻起来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冰冻，要冰在冰库里面。我们可以去冰库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我们请老板带我们去，哦，到冰库来看一下。哦，要给我们这些情人果吹冷气耶。哇。哟，而且哇，来这边好凉哦。哇。在这边，这个已经可以吃了，对不对？明显。哎，对，这个可以吃了，这个。这个可以吃，哎，对。这里的温度是几度啊？这个是零下八度。哇，零下八度嘞！是冷呢。对哇，对哇，很冷哦，外公。哇，这这么辛苦哦，零下八度啊！哇，这个就是赶快要给它吹了哈！哇，我拍一下这个画面。哇，哎，你这里是24小时的，是不是？对，24小时。好，所以呢，削好了就一定要给它这个零下八度，是是是。哇，有没有一桶一桶的？有没有？哇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有有！哇，好，谢谢。刚刚你要来定啊，来定出来，定出来。又零下八度。哇，好。然后你给它冰好了之后呢，再来呢？要放到那个机台。好，放到机台。对。好，这边就是吗？对，这边就是。哇，就放在里面。这里面是要给它脱水，是不是？对，这里面是脱水。哇，刚才你有谈到哦，你说你是要低温脱水。对。这个脱水时间要多久？要多48个小时。48个小时，要两个线路。下午
下午的时候要对调一次就够了。哦，对对对。所以只要对一次就可以。对，对调一次就够了。没有来帮忙啊？那你找罗儿子去哪了？儿子可能在车上。哦，在车上睡觉。没有了。好，来待会再看看你儿子。哇，你把我儿子帮忙，你让我女儿，对不对？你女儿很乖呢，妹妹好可爱哦，哈、哦。这个口水，就口水出来的就是成品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成品啊，然后口水拖完之后。哦哦，这就是我们的成品。对。是是是。所以我们整个过程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哈、哦，我们各位，哦，唐丽娟老师呢在台南预警，我们预言呢为你做的好看妈妈照报道，其实这个过程大家都看得到，对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我们的产品就是天然，我们不加任何这个化学添加剂，好、哦，我们这是纯天然的。而且的话，这个刘老板有告诉我们。其实芋圆的话，会配合这个水果的季节，会做不同的水果干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跟我们做个说明？大概一年十二个月，啊、哦，你们哪些季节会做什么样的水果干呢？那我们观众朋友知道一下。现在我们现在就以当季的话，就四月嘛，就做凤梨。哦，现在是做凤梨。对，现在做凤梨就上。啊，下个月屏东的。爱文的话，当季出来我们就开始做爱文芒果。哦，爱文芒果也会做哦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们也有做凯特。凯特是什么？它是也是芒果的一种。哦，也是芒果的一种。芒果一种。芭乐、杨桃。芭乐也可以做。芭乐也可以做。芭乐是几月份在做？芭乐。芭乐的话，大致上的话是在二三月。二三月做芭乐。对。那杨桃呢？又是几月？杨桃的话，差不多在过年后。哦，杨桃是过年后做。那这样香蕉应该可以做吧？香蕉。香蕉也可以做。你有做过香蕉吗？没有，我这边没有做香蕉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烤起来太黑了，不好卖。哦，因为太黑了不好卖。对。那我们又不加不好的东西。是。哦，所以香蕉就比较没有。嗯。哎，那当然呢，我们的观众朋友，你要大批发，也可以找我们预约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啊。还是可以嘛。目前好像我们还是大批发为主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现在还是以批发。还是以批发为主。而且我们芋圆呢，这六年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年呢、啊，以目前的生产量，一年大概最高可以几斤？全部加起来，你算过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因为台湾的水果有时候缺少时效。哦。对对对，有时候它的水果量没有到达的时候，我们做加工品的话，它的价格过高就不好做。太高就不好做了。对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对，所以说产量的话不好估算。不好估算，要看我们的水果了。要有水果才有。要有水果才有办法做。而且观众朋友说我们的水果新不新鲜？来，这个由你来回答哦。嗯。我们水果一定新鲜的。一定新鲜的。哦。对。都是产地直接送过来的。对。了解，哇，了解。那请问哦。我们芋圆呢？我们这个新鲜水果干哈、哦，做这个事业，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？要做到符合观众的口味。哦，观众的口味。对，你我们做出去的东西就是要给人家吃嘛。是。对，要如果说客人跟你说这个东西好吃，这就值得了。哇，好吃就值得了。对。那好吃的背后呢？我们芋圆呢，还强调天然。健康营养，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跟食品添加剂啊、哦，这个是我们坚持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是啊，我们光光说吃当季的才真的是健康，没有错哈、哦。我们现在有1016位，哇，那其实呢，问一下我们刘炳豪啊，来刘先生，你自己一天这样工作要做几个小时？工作的话，都有时候都15个小时以上。哦，15个小时以上，啊，你体力真好哦，会忝未？你一天拢困几点钟？你一天睡几小时？嗯，要看大约有
时候三四个小时，有时候七八个小时不一定。最少有三四个小时。对对对。要看那个月份啊，大月小月。大月小月。所以如果水果越多，就是你们的大月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哦哦，那我懂了。水果越多就是大月。产量越高的话，我们的量就做越多。就赶快做起来了哦。对 对, 对。是是。哇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观众朋友收到我们芋圆的产品，你打开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保存期限都定六个月嘛。对，因为保存期限我们定六个月的话，就是说我们东西你不要放太久，是那个鲜度会流失掉。最好是开封呢，这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呢，马上把它食用完。对，这样子才会吃到水果的原味。这样大家知道吗？哦，而且多吃水果，多吃水果有什么好处啊？吃水果，现在的人吃水果养生啊。哦，要知道吃水果养生哦。对啊，而且新鲜的水果的话，你回去可以泡水果茶。哦，你这里可以泡水果茶。对，这个直接把它丢到热水里面去，给它盖一下，它凤梨的香味就跑出来，就可以水果茶。哎呀，我刚才没有想到你可以泡水果茶呢。对。哎呀，我回去要试试看。对对，可以泡。哎，各位可以泡水果茶呢，好好哦。哎，你喝水果茶总比你喝那饮料什么好。对。你们那个外面有没有什么超商啊卖的那些什么水果饮料？那个根本都是化学的东西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哇，我们用水果茶最好的。哎，如果平时观众朋友想要跟你们买哦，跟你们订，他们什么样管道跟你们买？现在的话，我们在管道方面。我们还没有零售，还没有零售，对了，零售。现在啊，只是让大家知道芋圆哦，真的。所以，好康爸爸照我们最后的机会，好、哦，来，我们最后的机会呢，各位还没有拿到的朋友，哇，老师在最后讲一次咯，因为我们六点也快到了啊、哦，两个小时的我们直播节目也很快要接近尾声的，我们现场。1061位贵宾啊、哦，今天呢，我们芋圆呢有三种产品，两种呢是我们的这个凤梨干啊、哦，我们一种是芒果干，我们一包呢都是120元台币，现在10包外加邮资手续费，本来要1300，在我们节目现场呢，只要台币1000 ，USD 2000啊。哦，我们已经送出6份了，如果呢您呢想要拿的话呢，帮我们加一，哦，只有在节目现场才有，哦，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就没了。为什么下了节目之后我就会离开预警的？哦，啊，我也不能够跟这个秉豪再要了，这样知不知道？哦，所以呢还没有拿的，你们动作要自己要快，好不好？哇，那能不能请呢我们呢？刘秉豪，把你的手机也可以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好，你的手机是几号呢？0911673365。0911673365。好，谢谢周俊一。0911673365，赶快把它记下来啊、哦！哇，我们有1066位贵宾啊。那刚才有看到您太太，您女儿方便让她跟大家打个招呼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哈、啊啊，来，让我们的姑娘啊、哦，你好，哎，姨姐，来，姨姐来，快点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哈，别怕，来，快点，害羞哦，安静，哟，害羞。啊，那位男生是你儿子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好，那弟弟你可以来吗？哎，他在工作，还是我过去找你？那是什么？你在做什么事？你好，姐姐，你读几年级了？国三哦，哇，辛苦了。今天礼拜六呢，同样来工厂工作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你
把它加糖，你待会要怎么做？哦，就把它放着这样就好，要不要拌？要拌，还是要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哇，女孩子你都训练得好乖哦，是不是？已经有领薪水吗？你是没领薪水的，啊？为什么姐姐有领他没领？为什么？也是有领，也是有领啊，拍摄工啊，拍摄工还没到。欸，那他知道要放多少糖，他就知道吗？有。姐姐，这糖很贵呢，你这样放，你会不会心疼？那个。欸，他怎么测量？大约是有用那个。哦，用大约上用大约的吧，这样子一箱要系统，还是要几个？要五个。要五个，来我试试看。来，让你现在加，我来帮你算一下。一 ，number one，number two， 二 ，number three。三 ，number four， 四 ，number five， 五，哦 ，very good， 哎，你这个后继有人了吧？他从国中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就有点退休交给他了。是啊，哦，哎，你怎么教孩子？你的孩子？每一个都愿意来到豫园帮你工作，为什么？他们几岁开始来工作了？小时候有的小的，我从刚开始做家务他们就过了。哦，六年前就开始来了。因为我们这是乡下小孩，对啊，不是说在都市的话有一些那个所居啊，也陪伴着我们乡下。哦，有时候比较少，没有什么去什么 KTV 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还不会播啦，看电影啦 ，pub 啦，乡下比较没这些，对啊，应该的，帮爸爸妈妈忙，爸爸妈妈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而且爸爸妈妈这么认真，以后都还比较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用手去揉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哇，我怪用训练干的哦，这么强壮。他叫国三是不是？对啊，国三。你看他那个胸肌，那真的哇！你要把它当成姑娘的屁股这样子，这样去揉。哦，你们爱来揉笔啦，爱揉啦，哦。对。他这个揉要放多久？再去把它那要怎样糖融化？哦，糖融化要放多久？差不多半个小时。哦，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哦，哎，他们画面上有看到吗？有哈。哦，真的，哦，不是没有画面，一定有。现在有了。好。刚刚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你就没有关系，好。行。那个，好棒哦，谢谢你，哇，他还是要去揉了，哦，哇。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所说的那个。啊，芒果干嘛，就是恋爱的感觉，就是这个嘛，哈。情人果。哦，就是情人果了。对，情人果。是是是。那最近呢？最近订单你要赶什么？人家帮你的。哦，情人果跟凤梨，有人跟你订了就对了。情人果订多少？订几斤？先，因为我们在订的话，就是要看货品的量。哦，做出来的量才敢接啦。对对对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一般你是先有订单再做，还是先做再接订单？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固定的订单。哦，都有固定的啦。哦。那有时候没有那么多量，你也没有办法交给他们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水果的产季的话少的话，我们的客户的话刚讲疏通一下，就是说今年你的量比较少，会给你比较少。我会跟他们说啦。对对对。那你怎么去认识这些水果摊？水果商你怎么会认识？就原料的来源，这些原料的来源到地上，因为我以前是务农，哦，这些农民大家都认识，大家都有认识，对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弟弟你辛苦了，谢谢你的时间。
间哈，你一下会不会紧张？有1136位在看你，会不会紧张？哦，你忙呐，所以他们六日都会来工作。对，六日都会来帮忙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帮我们介绍哈。哇，那我们再到这个这边来做个总结。我们好，看看完之后哇，来到我们的豫园哦，我们的如初你好。我是童林圈啊，这个两个小时的节目呢也很快接近尾声了，又来最后我们再坐下来哈、哦，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哦，老师再把产品给你们看一下哈、哦，好，来又来哦，好，行，好。好，可以哈，哎，也行，再插个电也好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我们今天呢，真的让我们哦见识到，原来呢，我们豫园的产品它是纯天然，不添加任何食品啊，这个加工剂。绝对不加呢二氧化硫啊、哦，那呢纯天然的东西，啊、哦，我们目前有的产品呢就是三种，老师再让你们看一次，啊、哦，还没有订到的，你要订的要动作要快，啊、哦，来我们的这个就是呢大家刚才有看到的，啊、哦，我们的这个情人果干，啊、哦，情人果干，我们这一包呢是100公克，啊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台币120元，好、哦，情人果干，大家有看到哦？自用赠礼两相宜啦，啊、哦，保存期限都是6个月，各位都是6个月啊、哦。来，这第一种，第二种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啊、哦，有糖的，啊、哦，来，这个是有糖的凤梨干 ，dried pineapple， 好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有糖的凤梨干。这个的话是净重120克，哦，同样的，好、哦，也可以这样看一下，同样的，哦，也是呢，台币120。再来第三种呢是无糖的，哦，也是我们的凤梨干，哦，刚才那个是，哎，我看看哈、哦，这个是有糖啊，这个才是无糖的，无糖分别的，无糖是整块的了，哦，整个圆块的这个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无糖的。同样的，好、哦、是台币120元哦。这个今天呢，我们呢 UP 直播好康宝宝照节目哦，10包，含油资手续费应该是1300嘛。我们现场只有台币1000 ，UB2000就把它送给你哦。如果观众朋友你要订购的话，现场赶快加一哦。我们的这个服务呢？只有在节目现场才做这样的服务啊、哦！还没有拿到的赶快加一。另外我们的刘炳豪、哦、他的手机0911673365，0911673365、哦、欢迎你们记起来啊、哦！谢谢。那然后呢2个小时的好康爸爸照啊、哦！我最后呢再请呢我们呢刘炳豪来帮我们今天这2个小时好看爸爸照做一个总结好不好？不错，本来也很希望跟大家认识啊，也这第一次哈跟视讯也蛮好玩的，很特别哈、哦，直播也很好玩嘛，真的，也介绍个我自己的产品给大家，也很高兴见。好了，有荣幸呢，也本人呢，也可以为各位服务一下。谢谢哇！谢谢大家。好棒哦！炳豪平时呢，有没有机会对1000多人讲话？没有嘛？哈、哦，你看，你今天已经突破了1164位，你对他们讲话，而且他们说你很性感，是啊，因为你的胡子，你看，他说很棒。哦，很棒啦齁、哦、好，
那再次的谢谢我们芋圆刘秉豪，谢谢秉豪，谢谢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啊，今天好看爸爸照的收看。然后今天晚上八点呢，汤轩老师呢会在高速公路上，所以晚上八点汤丽娟教英语我们就停播一次啊，下次呢就是明天中午12点啊，明天中午12点 up， 我们呢台湾娃娃桶再见了，谢谢大家。明天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